啊，把登机牌准备好，前面要扫的。其实我觉得作为每个上海的公民都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和觉悟，我觉得应该为小区去做点贡献。台胞在这座城市疫情最严重的时刻，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为这座城市增添一点正能量。You just have to do one tank. In 3 days, only one tank, that's it. Follow the guides. 然后就是请里面他们的助理住的人数，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。这次疫情最想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很高兴成为志愿者，也很高兴能为大家做出自己的贡献，希望疫情能够快点过去。上海加油，加油上海，上海加油，上海加油。